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收到了公布送来的试用球拍，这一支是公布 Fujikura PowerShot F3900 Top 球拍，另外公布也送来了它的线 KS66TI， 它的 diameter 为 0.66mm， 还有公布也送来了它的 Overgrip。 等下我会为这支球拍安装这些配备，再拿去球场试用，请收看我们下一次的单元，我们会分享和评论这支球拍。